觉得做自己真的很棒。Hey guys, welcome to my channel. My name is KAHO. I'm from Japan and I'm living in China for more than 10 years. Today's topic is about what do you think of LGBTQ, their acceptance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about genders. I received some requests from my subscribers, so I'd like to show you some realistic answers from Chinese people nowadays. Yeah, so let's get started.我认为我本人的话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嗯，我也是，因为我本来就有点双，所以我觉得都可以。对，双的。其实我也是一个、对。然后呢，我妈也很支持我这边的情况，因为我妈这边的话我已经出柜了，但是我爸是警察嘛，但是我出柜不了。我觉得挺好的。嗯。就是，而且我现在工作的地方也很多。对。做什么的？我是迪士尼的演员。是 dancer， 一个上海迪士尼在做吗？是的，还有一个角色是王子，对。我自己是 Q， 就是 LGBTQ 的 Q。Q 的话，其实定义是酷儿，就是因为我本身自己是非二元性别，因为就是我觉得我的性别是建立在我的自我意识之上，而不是这个二元世界当中，所以我觉得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种选项，不只是只有 LGBTQ， 可能后面还有 QIA， yeah yeah yeah， 各种，所以。我觉得大家自由去探索，对对对，不需要说去刻意、啊、但是我觉得你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可能不到那个时间段、那个心境，你可能那一部分的自我又显现出来。对，你的周围这些人现在多吗？有的，有吗？但是更偏向于单方面的。我也是身边gay 的朋友比较多，但是女生也有。我就看得比较开，因为我从初中的时候吧，身边就有朋友是 gay 或者是拉拉、或者说是跨性别。我的那个同学也有跨性别的啊，也有。对对对、我从初中的时候就看得比较开了，就是那时候我就蛮支持他们的，对啊，而且我不会说看不起他、因为有些同学会被欺负，或者是欺负他呀，就打他呀，对啊、就女孩子剪得像男孩子头发、男同学可能就欺负他打他呀。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天生的色彩。We're born this way， 因为我本身属于这个群体、但是我觉得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这个群体给这个社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色彩，可能我们跟大家会有些许不同，但我们都在用我们各自的方式去热爱跟回馈这个社会。对，觉得很有意思。对呀、那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一样的话、那这个世界还蛮单调的。确实这种事情发生还是蛮正常的，但是可能国内在这方面的包容会比国外的要少一些吧。我觉得应该比之前几年要好一些吧。对，但是跟国外还是比不来。还是在上海生活着，这样生活着，你觉得大家对这个的包容度高吗？你觉得？我觉得大家现在的包容度还是蛮高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喜欢和爱的一个权利。所以我们应该去尊重他们。对，我也觉得包容度挺高的，因为上海就是一些 gay 吧呀，乱七八糟，就是也挺多的。挺多的。对对对对，这个整体上海现在对接受程度是，我觉得其实还挺广的，因为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我喜欢上海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分寸感会拿捏得非常好、就是只要不侵害到你的利益、你可以允许一切去发展去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度会恰到好处，让人感觉舒适又游离。我们的长辈啊这一代可能会认同吗？我觉得认同的，但是我妈是知道的，因为我妈也是芭蕾舞演员嘛，然后我也是跳芭蕾的。然后因为其实一旦你的父母接受了，那社会上所谓他们包不包容你都无所谓。你自己是的话，你觉得你的父母会不会接受呢？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努力的过程吧，因为其实我觉得父母在那个时代有的那一种观念并不是他们的错。然后发展到现在，假如是我们想用我们的观念来说服他们的话，其实也是比较考验我们的一个事情。长辈一代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想法？那肯定啊，还是会有，他们还是肯定希望自己的子女往
就是常规那个方向走、哦、他们会常规的对这种想法 对, 对比较传统的一个模式是我的家长是很 open 的没有问题的、嗯、对、哦、是吗对他们是很尊重我自己的选择的啊、哦、那采访过来的他们都会说家长比较接受、哦、都比较接受那是因为上海吧因为上海对你是上海因为上海这个城市它的可能包容度比较高一 点, 高一点对长辈啊这些、嗯、他们会不会点忌讳嗯99%肯定会99%对对对你觉得如果自己是的话家人会不会支持还是会很反对如果我是家人肯定反对中国家长都比较传统的多我身边认识一些朋友、嗯、他比如是跨性别、嗯、他是男跨女、嗯、但是他就是先做了再跟家里说那、家里你没办法不支持了对吧对对他找一个老人嘛冒充他父母签字去、嗯、啊，对对看见他的父母去签字、嗯、那时候吧也不看身份证的对吧嗯，签字医生就给他做了、哦、嗯，做完之后嘛再跟家里说那家里就没办法、哦、对对对就有的我觉得父母如果真的爱你是愿意去接受你真实的样子的、嗯、所以如果我真的如果我哪天是有这个想法那我肯定是会突破自己去告诉家人因为如果家人支持的话那我应该是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嗯，如果真的爱你肯定是愿意去接受你的、嗯、我肯定就会马上告诉父母马上告诉他们对然后大不了之后我们结婚领养一个小孩那样子、哦、有时候爸妈其实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可怕我觉得父母他们不是不爱我们其实没有爸妈是不爱孩子、嗯、他只是怕你们或者怕我受到伤害他只是觉得说有些地方他可能鞭长莫及或者保护不到你就是怕你被受欺负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这些所谓的枷锁跟眼光、嗯、我们父母肯定还是会希望我们去做自己当然现在我也会尝试会做一些科普给我妈妈、嗯、就是给告诉她、嗯、或者说丰富她的认知、啊、明白可能目前还是在一个博弈的过程当中但是有在往理想的方向靠近、啊、你的周围的话这样子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呢是的是吧是的确是越来越多了对的对对其实我这边也是我大学的时候谈了个女朋友嘛其实我是直男然后谈了个女朋友她把我伤得太深了然后我就走了这个之后呢我对这个的看法还是很 nice 的对而且比较放得开比较自由对所以我现在很支持而且我身边的朋友也很多表面说啊你怎么怎么样夸你背面就是哇塞你看这个人对不对对对对就是两面派就是很正常他表面上跟你说我包容我接受反面他就是给你背后议论你看这个人怎么是吧对对对对关于一些穿着可能放在以前的话可能大家会有有色眼镜啊、嗯、会有滤镜看但是现在的话就会觉得哦还挺好挺可爱的、啊、而且我觉得做自己真的很棒、嗯、就大胆的去比如说如果她是我女朋友如果我们就是大胆的秀恩爱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值得让人钦佩的事情确实对确实我们就要像吃饭喝水一样对吧、嗯嗯、本来就是就像做菜一样、嗯、还有那个南北菜不一样的对吧是是是是我们都感觉蛮好吃的对但是人家只要做这个事不影响你是他不伤天害理那就应该让他去做做自己对吧对你来说还是就是周围啊什么都比较酷的嗯，大多数是吧，但还是有少数是就是接受不了的，是吗？对，哦，原来如此，嗯、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时间去，是的，开始，对对，越来越 open， 对，还是需要更多时间让这个世界接受各种各样不一样的群体，嗯，对，嗯、你可能有时候也要理解你父母为什么不能接纳你，然后尝试做出一个努力让他们接纳，但是当然了，他们。最终不接纳的话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要接受就是要接受有的人认可有的人不认可明白 OK welcome back yeah how was it? I don't know if you're surprised by their positive understandings or of LGBTQ or that's how you expected well first of all when I asked them do you know LGBTQ there weren't so many people knowing this meaning so I had to explain first and they'd be like okay ask me I have a lot to say so yeah pretty much everyone has good understanding and positive ideas about LGBTQ but you know I'm in the central area of Shanghai soYou know, China is pretty big. I don't think this represents the thoughts of all the Chinese people. I would say at least young generation or like people from who's living in the first tier cities, they are more open and
accepting for it. Maybe I could find some time to interview the same topic to older people or people from second tier or third tier cities. Then probably I would hear some different thoughts about it. And anyways, I think it was a very good interview of the day and I really like their point of views. And if you like my interviews, please click the thumb up and please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So yeah, in my channel, I'm doing a lot of street interviews in Shanghai. So yeah,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